你好，你是第一个收到起床任务的，一个是明天早上7点到10点，然后明天你们到位的顺序也是你们 cos 的顺序。啊，在某位睡觉成员身边跳绳100下，不能吵醒他。你来挑一个起床任务，明天早上完成的。在某位睡觉成员的身边嗑完一袋瓜子，不能吵醒他。决定明天 cos 的任务。我想。哼。都行都行。好。穿着其他成员至少3件衣服集合。可以。选一个决定明天你的 cos。明天这就决定了。对。来个哼。和某位成员在装满水的脸盆里比憋气且获胜啊。现在哪有什么装满水的脸盆啊，我还得这样早上早上就走在那种弄堂里是吗？做做不做做太难了，就很深 S 级任务。我试试看，走了。林姐，你来挑一个起床任务。就这个没有字。呀，恭喜你啊，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早起的任务。在他们的任务里，会不会早上起来敲我的门，妨碍我睡觉？不会。真的啊？如果他们妨碍到你了，他们就输了。是吗？Thank you.
干嘛呢？干嘛呢？洗漱了啊，去吧。李哥，哎，你任务完成了吗？完成啥？我刚起来。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喝畅青，来，喝，喝口畅青，放松一下，再完成你的任务。什么任务啊？都起床了是不是？迪哥，你困不困？嗯。周深，不要那么明显好吗？动动脑，不要直接问。我动不了脑子。你睡个回笼觉好不好？我催眠你，你要真的睡，然后你千万不能够睁眼睛。但我不能无条件帮助你，你必须挑战过我才行。嗯，我太难了。你要干嘛？如果你能憋气憋过我，水中憋气。你先，开始喽。那我数三二一，好不好？等一下。大清早的。三二一。30秒，三十秒还是算久吧？还可以吧。你先找个舒服的姿势。你要憋水啊？嗯。憋气一个小时。对。来，预备走。周深。51秒，哦，太不给我面子了吧！迪哥，你是不是要准备睡了？太好了，来，车出去，不要吵迪哥睡觉。他让我表演睡觉，你觉得这样观众会喜欢吗？啊，那这样的话，迪哥有没有什么那种短袖的衣服呀？短袖的衣服 ，T 恤吗？我没有。哎，就是白 T 吗？嗯，我能借，就这种。穿不穿？可以，去穿吧，去穿吧。为什么要穿一个这个呢？因为要。不是，真的要。穿别人不是要穿在里面。我没带自己的衣服，我只带了个外套。我看看，我真的只带了个外套，没有 T 恤。我只带了，我看看。我只带了一个这个和昨天箱子，打开，也不需要检查的这么仔细吧？我非常那个的，你看真没带。这是什么？嗯？这是谁箱子？哎，你就穿这件就行了，真的。嗯，这件挺好。你看他失望的眼神。我们快走，我们快走。你换衣服吧，啊？嗯。犯人的任务暴露了，他差一秒，我刚刚。哎呀，玲儿姐来了。眼睛肿得这么开了是吗？我摘下来你们会爆笑的。会爆笑也不至于吧？会，准备好了。
哇、哦，这么重！天哪，是蚊子叮的吗？不是。麦，你肿吗？古潼，你过来看一下我的眼睛。你眼睛咋了？化妆化的。完了，没有人娶我了，怎么办？欢迎我们这个畅青的代言人哈，畅青女神张馨予。在晚上给每个人布置了一个今天的起床任务嘛，通过起床任务的完成顺序决定今天大家 cos 的。那我们来确认一下今天到达的顺序，第一个到达的是鸡哥梁迪到的，第二个是周深。是这儿吗？没机器呢，但是有畅青啊。程程第三，朗哥第四，玲姐第五，小江是最后。来，我们先看一下这期的 cos 啊。在这儿呢，这儿啊。你是什么真的吴彤，你别这样别这样，江顺他人可好了，真是我在想导演在找什么。但你这样想一想，导演帅不帅？是不是很帅？也不至于，真的呀，就又帅又萌，然后人还好，业务能力差。这也是主角，这个一个一个看一下啊，先看第一个。哇哇，这是怪盗基德。哇，怪盗基德。今天是柯南一家。哦，柯南一家。哦，那我是那小矮个吧？我是那小矮个，那女孩叫啥来着？灰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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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小孩。来，我们看第二个角色啊。灰原。灰原。来看第三个啊。毛利小五郎。哦，这是朗朗。第四个造型来。哎呀呀，这个对，这肯定是江顺影。第五个。哦，工藤新一。工藤新一。今天都比较好看哎。哦。最后一个。柯南。周深。这个周深。我演过了。那你就灰原吧。周深适合你的角色不多，要么柯南要么灰原。那我们来检测任务了啊，第一个是杨迪对吧，我先到，但是任务你会完成了吗？当然完成了。你的任务是啥呀？我的任务就是找一个人跟我比赛憋气。你找谁？你憋气赢了吗？不用赢，得赢。哦，输了。怎么得赢啊？得赢。那跟他比憋气能赢吗？那周深那么厉害。第二个是谁？我忙。周深。我。天哪！哇塞，我这个任务，在睡着的人旁边跳100下绳。啊！我去迪哥旁边。神刚放地下，他就这样把我吓得半死。然后我后面又去朗朗哥，然后让我抓着了。太难了，太难了，太这个很难。下一个程程是吧？我是偷3件衣服，但你被发现了。你看你也没完成啊，你也没完成，都没完成。这来朗朗哥是啥？我是在那个朋友睡觉的时候把瓜子给嗑了，我嗑了，成功了吗？成功了。你在谁嗑了？我在玲儿姐那嗑的。有证据吗？哥，你有证据？有啊，在那呢。瓜子平时全在屋呢，没看见啊？没看着。钢琴艺术大师。我那嗑罐子了，朗朗哥白干了吧。然后呢，我一看，哎，朗朗哥任务是嗑瓜子，我全给他清了。然后你发现了朗哥是吧？嗯。
你也失败了。那怎么？他发现没用啊？就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不是那当事人吗？那不是的啊。那你的任务是？我的任务是。那你的任务是？我的任务是在睡觉的时候，那个人鼻子下面抹上牙膏。是你抹的我的？对，我抹的你的。行。你完成了，唯一成功的目前哈。我唯一成功。其实贾玲也完成了任务啊。我的任务是10点到10点10分逗大家笑。你真的是这个任务吗？对呀、啊，10点到10点10分，业务能力差。其实算完成了，算完成了。其实第一个成功完成的是玲姐啊，第二个是舒颖。玲姐，你优先来选择你最想扮的 cos。那行，那我就灰原吧。灰原哈，好的。第二舒颖。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校服，那我就选这个校服。王丽来，完成我的少时的梦想。我来这个吧，柯南。来柯南啊。对对对，你来工藤新一怎么样？这样我们俩反着。对 对, 对。好啊，那我工藤新一。那怪盗基德。那我要那个话，他必须得用胡子吗？得用，得用，标志性贴点儿。这不简单的事儿，朗朗哥，粘上粘上。那行，那粘吧。唱清。春游家族，啥都不图。耶、yeah ，喝一个。喝了，唱清去 cos， 走，走。身体虽变小，但头脑一样棒，任何难题都能解决的名侦探柯南。柯南和工藤新一，我是灰原，我是喜欢你是吧？也不喜欢我，你也是从那个黑人。我喜欢你是吧？你没有喜欢，喜欢的是他。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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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喜欢他吧，好不？既然都已经被发现了，那我就在这儿不能久留了。走走你！逮到了！我就是沉睡中的、身经百战的小五郎，有点像。你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吗？是的呀，小兰姐姐呢？江疏影是我们畅清的代言人，今天她作为畅清女神，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现在大家就去看看吧。听说还有一个新朋友也在哦。走喽，我们去看新朋友喽。走走走，小兰姐姐，走喽，我们去看新朋友喽。我是新，我是柯南，新一，我柯南，新一在那儿呢。新一最近的活是卖保险。你们俩是荧幕情侣。你要为我们介绍的新朋友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畅清的全新的产品，叫餐后轻盈。哦，对，真是，哦，对，真是，跟我们今天喝的不一样。那它的独特之处呢，就在于它有两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口感呢也非常的清爽，可以在我们大吃大喝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非常清爽的享受。这很适合我，这瓶饼适合所有人群，大家都希望餐后轻盈一点。哎，我们也尝尝新口味。干杯！来，餐后轻盈，身心轻盈。来来来来，干杯！
干杯！更加一身轻松，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喝。今天其实是畅清的专场，今天的主题是不能说的秘密，用智慧解密，让身心畅清。其实本期还有一个暗线的任务，暗线的任务，对。现在是6点钟，节目组有安排卧底，卧底知道所有游戏的答案，卧底握在游戏里角动，如果干扰大家赢了游戏，将会获得卧底线索，输了则无法获得线索。最终需要投票抓住卧底，那么卧底将会在节目给他马赛克，然后还有变声处理。但是如果那个卧底赢了，会给他10分钟的充满了 CG 的特效处理。10分钟啊！哇塞，这样会不会影响那位艺人呢？如果他马赛克，他怎么了？变成我们这样吧，我们不管3721，我们先把那个杨迪推出去。好。哎，这里边谁是大盗？这个呀，怪盗基德，那我也太冤了，办这个。主要是我还想办小五郎，要不是我的话，就是你了。不，导演组里有找到朗朗哥，你哦，不要，我不要，绝对不是我。真的吗？别给我，别给我，这绝对不是我。我真的觉得杨迪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也觉得。我以前在王牌的时候，我就跟吴彤说过，但凡卧底不能是我，因为我挂相。我咋的呢？比如说你问我贾玲姐，你是不是卧底？我妈，那个我。那我们先进行第一个游戏哈，第一个游戏是这个考验大家的观察力，画画接龙，一共3道题，对2道就会获得卧底线索。咱们就看谁画的最奇怪嘛。对呀、啊，5个人同心协力的啊，把那个人。那不行啊，我画风本来就很奇怪，那我很奇怪。本来就很奇怪。故意口误，奇怪的行为。你好记仇，你非常有怀疑。来啊，我们准备戴上眼罩。不是，我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给我6秒的时间。可以可以，玲姐给你6秒，给你7秒。开始哈。尝尝，来7 6 2 3 2，丢人丢人！你这画的太简单了。看这儿，好，继续，五，在哪？看哪？4 3 2 1，结束。有嫌疑。逮到了！哦，这上啊啊啊！这个。我已经画好了。对，他给顶高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照相是吧？你自己悟一下，你自己悟一下。你看头。怪盗基。朗朗哥那一弄高真怪盗基德了。对，这个是谁画的？我。那是啥呢？这一会儿才能揭晓。这个是谁画的？那是我画的。这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对，最重要的其实是我画的，后来被朗朗给你这样画高了。你这么看，你这样看，周深都已经这还没看出来，你呼之欲出了，周深。就是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你就是卧底。猜不出来必须卧底，我申请给你打马赛克。最后10秒时间啊，我这儿。10、9，你看头，我这儿。4、3，你俩早干嘛呢？朗朗哥干嘛？周深。你不觉得吗？所有元素都在上面了。哦，我知道。来说出答案。隐秘的角落，但是还是超时了。对，已经超时了。范丞丞，我想问一下，这是太阳吗？它不是出油吗？这不是山吗？等一下，那是啥？太阳。我太快了。尝尝你是不是有问题？我真的是画的太阳，你平时画的那么好，我今天画的还行。但是那个所谓的太阳，我就以为本来觉得没有那么像定妆照，加上那个像打光的灯，啊？那也是秦昊在拍定妆照。
你这个你让秦昊老师想起来。这一题其实呼之欲出啊，周深。可是他上面的演的还是像你。哇塞，杨迪可以啊。这个环节谁不帮忙，谁才有问题。破口唱清，我们那个轻松一下，下一题我会加油的。好。来吧，来吧。好，那我们开始了啊。来，朗朗哥，啊，这个，周深，来画条龙，二，啊，这是你的，啊，林姐，这，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好牛！来，尝尝。没看过吧？结束。可以。但我觉得迪哥应该猜出来。我看过吗？你当然看过。看过这老著名了，这个四个字儿。永远都带，不是我，永远带提示。卧虎藏龙，好嘞。OK， 哎，其实我画的这个还行啊。行，虎，然后剑就是跟武侠片有关，四个字儿，卧虎藏龙。一个是我画的，一个是陈哥画的。是，老虎好，很重要。长生厉害，看来不是卧底了。老虎可以。我上面那个龙没有用吗？就是上面。哪有龙？瘦了点。你是说这一根吗？它有四个爪子，一个龙头啊。哇，按照自己的比例画的那种龙包，在哪里啊？我知道了，因为你知道我有这个。好了，周深，卧底，这和今天绝对不一样了，不一样。哎呦，准备，开始。你在干嘛？三、二、一，好，注意。哇。朗朗哥，啊，等等，不是不是，你这是什么长头吗？周深，周深，周深，朗朗哥有，朗朗哥，你这是，来，怎么这么胖？来，周深，来开始。杨迪，看明白？就在你那个胖子那个。对啊。好嘞，这笔好，太棒了！不要再解释了。四个字啊，四个字儿，哥不能再说了你。这像个乌龟壳。硬要这么说也有点像，也可以。但你看他那俩眼睛。就是一男一女吗？不是。俩男的为什么会有一根毛？我想画有头发，但我没时间了。你如果把他这样子，这样子也行，就这样一下，显得这个人更没头发。凤凰传奇，你都知道俩男的，你凤凰传奇，郭德纲于谦，和我们也是关系密切。对，跟我们有关系，那俩男的谁呀？跟我们有关系，那俩男的岳云鹏、孙越。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天哪，我们有关系，你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吧？你就这样不把他放在眼里？跟我们有关系的那谁呀？我们这次，那个几位老师，春游少年，不好意思啊，不是，他一直拿着这个，我在想，唱青跟我们两个有关系，跟我们两个有关系，岳云鹏、孙越跟我们都已经云圈郭德纲一堆，这不像红露吗？这个可以像红露，树荫是这样的吗？我想问一下。现在三道题只对了一道，附加一道巨难的题，附加一道巨难的，万一我们赢了，万一敢不敢跟我们赌？我就坐这儿，猜一道巨难，那就给你个巨难的，但不要超出我的知识范畴。可以，一道巨难题，杨迪你要能猜对的话，我给你一个人线索。你是卧底，卧底，你绝对是卧底。
柯南，真相只有一个，绝对是他。叔叔阿姨们，你太，你这话说太可疑了。好了，大家准备戴上眼罩，好，开始。好，素颖。我为什么笑了？朗朗哥，你们画的是？没画是吗？怎么了？已经非常明确了吗？你还画啥呀？没零点是？这是啥？三体吗？七六五四。好。杨迪最聪明的人，好好，杨迪来，反正他已经猜不出来了。哇，这次能开出来那就不是人了，这过分了。咱们就剪到刚才那儿，我们就收了。杨迪，我是这么跟你讲的哈，可以不画这个题，也当了个题，我没画，明白了吗？金句在这，但是有两个选项。一个叫空空如也、yes. 一个叫一无所有、yes. 你有答案，你答案给他了，不可能，就是他了，这已经因为他说可以不画、这个、我好奇的是林姐这画的是啥，你画的啥我根本不知道，你那才是浪费。这几次考考哦，你是这个意思啊，画蛇添足，我只是多给你一个思路。恭喜杨迪竟然答对了、啊、最难的，因为哇有提醒，有提醒，喝口畅心，我们轻松一下。好，恭喜杨迪老师获得了由畅心邀约屏提供的清明解密线索，快打开线索看看吧。好好好，智慧的朋友来打开信封，告诉你个秘密。快点呢，还快一点，嘴巴超大，放心。啊，怎么了？这跟你有关、啊、这线索对我不利。临时改的吧？不是，你快给我们看一下。嘴上功夫一流，哎，真就是你。你，我觉得贾玲姐有可能有嫌疑，哎，有可能。他们两个嫌疑有点大，嘴上功夫一流。就是会四个人，一个是主持，一个是歌手，但是我觉得周深和杨迪不像，然后贾玲姐又玩得太好了，藏太深，然后她那个太阳，然后有几次我觉得她不是特别的积极。这我觉得晨晨也，因为晨晨以前画的那么好，画的多好，画太阳，我今天画的还不好吗？不是，你的太阳太差了，我觉得今天就是晨晨了。也有可能是唱歌的，他 rap 就是他了，为啥是我呢？我说是你就是你，你别想逃避。阿斯卡，你说今天是不是你？山东大兵，不是，绝对。我觉得仨。对，我觉得贾玲姐有可能，因为你平时看不出来。可以，我想听听，你觉得我哪儿，我可以好改进。小五郎，你来。作为一个卧底，我改进一下。你想红露没认出来，你觉得这正常吗？红露虽然我没认出来，但是我说的岳云鹏、孙越、郭德纲、于谦跟你们画的都很相符。那倒也是。玲姐怀疑谁？杨迪。行，因为你太有经验了，你知道怎么去玩这个角色，前面就特别想去大家的信任，然后后面再去慢慢的捣乱。好了，我们刚结束了这一轮烧脑的，给大家来一个午餐来缓解一下体力吧。好，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那我们开始吧，本轮游戏呢，我们对大家侦探团做了一个默契的一个考验。谢谢畅青给了我们这次机会，这个桌子也很畅青，哎，这个布，这是啥呀？他长大以后会否延续儿时的喜爱？来，准备，三、二、一。你看，咳嗽默契，真呛到了。来，准备下一个。呛到了。是畅青，哎，你懂我哈？我懂。啊，三、二、
一。来，你们选择的是原味。他喜欢喝原味，我也喜欢喝原味的。好，来下一组。啥呀？姐，这还不好弄吗？当然了，老弟，来吧，太厉害了！当当当当，拼蛋搭档。下一题，畅青的新品甜品和饼干，你会选择哪个？你这不开玩笑吗？有他在，还会选别的？他让一切的甜品，任何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暗淡了淡。大家都选了畅青。不是，主要畅青的专场就应该喝畅青，越喝越轻松。下一题啊。好有默契。恭喜啊！江苏莹老师会选哪个？我选择不吃，啊，我只喝畅青。我们最后一题啊，大家喝一口。畅青接下来会选择吃一个甜点还是搭配巧克力？咱俩经常都对了。朱远，我特别想问你，为什么餐后要选择畅青啊？因为餐后轻盈，喝了之后会更加轻盈。好，希望我们的电视观众们吃饭多吃，然后喝畅青。好喝一定要再多喝一口。这样，我们刚才因为已经吃了很多了嘛，所以让我们餐后畅青。来，来，餐后饮用更轻盈。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张顺，卧底如果不安排杨迪的话，会很无聊。别瞎说，上车。姐，我刚跟朗哥讨论过，我说谁最有可能是卧底？我俩觉得江云姐跟那个迪哥，就杨迪，就杨迪，太明显了。你是卧底吗？肯定不是我。还在问？卧底不在我们这个车里，卧底就是范丞丞。你怎么知道？他的表情就是卧底表情，而且不善辩驳，有点紧张。相信我，我可是柯南，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才是卧底。我来放点柯南的音乐。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你是不是去了温泉酒店？我怎么可能呢？已经有人看见你了。什么？你拿出什么证据？证据就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不是这个。说这是你在家。到了，谢谢叔，辛苦了，走。音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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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湾甜蜜温泉小镇。谢谢。我是小镇的创始人张红。哦，你好。欢迎大家开启云南湾甜蜜温泉之旅。好好，谢谢。上微博搜索青春环游记，与春游家族一起边看边聊。本轮是你们反应力的考察。在本期游戏的开始之前，是猿辅导小课堂，考考大家，你们知道为什么游泳之前要热身吗？怕抽筋吧？怕抽筋，手里抽筋。对，游泳前做热身有利于我们提高心血管的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使血液循环和物质新陈代谢加快，也可以使肌肉的弹性和力量增加，防止肌肉抽搐。差不多了吧？本轮是个人战。第一轮叫词库比拼，我们会给出题目，大家按照题目的要求5秒之内说出符合规定的词语，答对积一分，答错的话会立刻被春游少年拉下水。啊，他就是掉下去啊。抓紧你会游泳？我也不会。不积极。坐在上面啊。坐在上面。这个挺像的。等一下，人家往后发了。来，我们准备哦，开始了。第一个题目是 ABB， 从周深开始啊。
开始，周深。风风雨雨，答对。风风火火，答对。多多少少，答对。快快乐乐，答对。马马虎虎，答对。少少多多，少少多多也有的，真的有。有这么个词吗？真的有。少少多多好像真是要被拉喽。不是，我准备的是快快乐乐。我说了是吗？对。来吧，准备吧。这游戏真是好玩的。来，那我们这轮就算试验啊，如果不舒服你可以盘腿坐地上，人把你扒了下去。好好待着。AABB 啊，玲姐开始。整整齐齐，答对。嘻嘻哈哈，答对。五五六六，嗯，东北话吗？五五六六有。七七八八有。五五六六七七八八绝对有。五五六六真的有。五五六六有。怎么没有？五五六六你们都不知道。五五六六你不知道？你作为一个东北人，组一句话，组一句话。别给我扯那些五五六六的。行不行？还好整那些五五六六的。来，我们下一个哈。还我吗？程程开始。等会等会小程。好，准备啊，开始。七七八八，答对。哦，那个心心念念，答对。匆匆忙忙，答对。和和美美，答对。慌慌张张，答对。啊，拉下去拉下去。三二一。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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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这些都不是成语吧？不三二一。王哥，你要不下雨？爸爸妈妈都降了。好，换题啊，下一题 ，A B C C。好啊，玲姐准备。春风徐徐。答对。北风萧萧。答对。南风呼呼。落水。那一生啊，就一对对坎坷。啊，太好了。寒风萧萧，我像一个晾了的茄子。来准备啊，三二一，开始。人海茫茫，答对。衣冠楚楚，答对。仙乐飘飘，什么东西？仙乐飘飘啊，没有这个词儿。有。有，等一下，有，我们正在查。仙乐飘飘怎么没有？有，仙乐飘飘。有。算准对。换题啊，拼音接龙，接所有 C Y 能的词。好，来准备，林姐来。吃鱼。答对。吃药。吃药答对。惨样。答对。素养朝阳，答对。齿印，答对。五四三，穿越什么东西？穿越穿越啊，答对。玲姐吃羊，吃羊，你吃鱼又吃羊，真是一个仙字，鱼羊仙。吃盐，朗哥吃盐，吃盐答对。强强畅饮。畅饮答对，可以。曹颖，曹颖是谁？是个人，是个人。你有点礼貌好不好？太没礼貌了吧，曹颖。你跟我没有认出那些人有区别。杨迪，春运，春运对。窗沿，窗沿是什么？窗子的边沿。窗影，答对。玲姐，唇影。唇影是什么？哎呦，眼影，唇影。哦。你没用过？没有人用过。我用过。我真是有一些东西男生不知道。你吃羊吃鱼吃多了得补点唇影。还真有唇影。哇，真的。有唇影，恭喜。好，我的吧。出油。出油 OK。强强。窗沿。窗沿被说了。窗沿。床眼儿，我说的那个床上面的那个眼儿，床眼儿有点儿，造个句呢，造个句儿。我特别喜欢我们家床上的床眼儿。崔颖，崔颖，崔颖哪位啊？
张曹颖我们都崔颖你说你同学好你同学是对我同学还有个同学叫崔颖那我们不认识不行来三二我自己家就行了让你把鼻子捏一下跳去完了来还好吗我在这里等你们我输了我就把头埋下去我们为了你换个题啊我们换成家族 JZ 出身井子井子井子是什么脖子吧我可以堵颈子的呀脖颈子压脖子你看猪颈子吗对呀、啊、猪颈子对呀、啊、北京话我北京话北京话给小童打电话我们上北京话颈子颈子猪颈子好来假猪假猪是什么假的一头猪三二假鸡假鸡假鸡等一下假鸡老师听过假猪吗妈妈这是什么孩子啊这是一头假猪哪有问题没有这个词儿摘个眼镜哎呀我去你也太往后了吧我就一直往后跳哎到哪儿了我看你还行天哪来来来那我们接着来啊玲姐来警长警长可以精湛精湛可以僵直僵直可以爪子爪子是 J 吗你就别爪子为什么可以爪子 JZ 爪子姐啊我刺客我怎么呢是挖爪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家族金家族还有所以啊啊对没事没事直接这么待下怎么样笑腰准备春游少年一天都没见着这个环境哪有点少年的样子换了那么紧身的衣服过来人还没到水池呢就来强强讲直讲直是讲直讲直是什么意思造个句造个句你这个人假值很会山东的你假值了你假值是一个假值没有问题啊山东的嘛三二一好换题啊你要不要 ZZ 你可以就又可以用爪子了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题是带有动物的成语来从周深开始罗马精神答对狡兔三窟答对嫁鸡随鸡答对嫁狗随狗嫁朗朗哥鸡飞狗跳答对狗急跳墙答对周深文鸡起舞答对杨迪狗急狗兔子咬人我想了半天我就想了个闻鸡起舞我就盯着周深的嘴让周深闻鸡起舞我感觉那个慢放今天闻鸡起舞我就准备了这一个呀等着来一轮呢那杨迪准备吧三二一哎你颈子绷得很直哎好厉害、啊、他颈子绷得直他就没有这个颈子对好了那我换题了啊第二轮啊成语接龙有这更难这个难这个烦的来啊玲姐春风朗哥春风得意程程春风十里舒颖春风啊还春风飘飘春风飘飘舒颖来接下来啊万里万里无云万里晴空
玲姐万里雪飘，朗哥万里，万里飘香，飘香有吗？有有有万里有，你这么酷，你没有文化呀？百里飘香，万里飘香有，飘太远了。没有飘到万里的，确实飘的有点远，确实飘点远，飘远了哥。你可以，朗朗哥，你可以。朗朗，你是帮我争取过刘德华的人，你相信我。太好了，太好了，我再也不入队了。刚刚是什么声音？为什么有大象的声音？没有万里飘香吗？没有万里。来，我们接下来换一个题目，一对一啊，一问三答，我们一组一轮，每一个问题要求对方必须有三个回答，但是谁没有答上来，五秒钟就下去了。哎，这样让周深跟朗朗换个位置好不好？可以。来，就剩咱俩了。周深，你跟玲姐。来，玲姐问周深。周深，你讨厌张雨绮的三个理由。你怎么讨厌他？那你就下去吧。半天，最不想合作的三位女演员，快点快点，你瞎说瞎说。江疏影、贾玲、张欣和我，方法。周深，你那种叫声显得这里面是开水。我真的怕死。来，周深问程程，说最不想合作的三位女歌手，巩俐娜，啊，我们公司吴宣仪、孟美岐 ，OK。你不想跟巩俐娜老师合作？巩俐娜老师，对不起。来问杜远，最讨厌杨迪的三个理由。可以不说吗？对，快点说，你不说你下去了。眉毛短，嘴大，皮肤黑。是没打到太徐坤这一次。哇，他转过来，我可以说吗？让真实的说。杨姐看着杨迪哥的脸，盯着说，眉毛短。哎呀，你眉毛也是画出来的呀。这个问题你就得瞎说。瞎说也可以是吗？瞎说就是。最有名杨迪开始拍过最讨厌的三个综艺，最讨厌三个综艺，嗯，《还要记》《王牌对王牌》，我不是明星，都是吴彤做的。说出极难的三个缺点。啊，那个起来晚，有点小磨叽。是一个事儿啊，不是起来晚就是因为墨迹啊，墨迹是拖嘛，然后东西吃不了太多。又来了，朗哥问杨迪，朗哥你可以狠点，没事儿。你最讨厌你自己的三件事？眉毛短，鼻子塌，皮肤黑。说出我们节目的三个缺点。梧桐，不行。哇，你说的好真实啊，跟眉毛短一样。要下水，太累了，不来了。没有，你不是假的，吓不吓人？幺三二。就因为你说了，以后他想把你拉。因为你这个，他一路给你蹬到那边去。咱俩一块儿。来，苏颖问程程，不喜欢梧桐的三个人。有胡子，睡得晚，口条不好，也很真实，是吧？也是真实的。问周深 ，OK， 说出三个贾玲姐的缺点。太好，太漂亮，太温柔。嗯，不算，这不是缺点，这不是缺点。虽然答错了，但是赢了我。脱脱吗？这没逻辑吧？脱了，来吧。换个问题，你们是在折磨我的心理吗？你们要脱就脱，你们要脱就脱。周深，火山爆发了！你们大家都是这么跨上来，你知道红路怎么抱周深吗？是这样子的，拖着两条腿。
我真的太帅了，真的，真的，上来，来，孩子，上来，来，那周深最后一个，你问玲姐吧。这题有点难，特别难。说出三个你喜欢梧桐的地方。台，我下去了。你没有优点，你没有优点。惩罚。红路。姐，你连下你都不说优点啊？对，假话我都不想夸你。其实有很多了，经常做造型，爱出镜。那这样，恭喜大家啊！这个今天收获满满。收获什么？收获的。志颖问你呢，收获什么？收获到快乐。啊，那这样本轮第一名的是朗哥和玲姐，所以你们两个可以拿到一个线索。哎，我都忘了这茬了，我根本就记不住了。你拿瓶，我拿那个。来，请环子给到两位线索。智慧的朋友，打开信封，告诉你个秘密。到底是不是杨迪了？是很简单吗？最后。嗯。展示出去敏捷的圈内人脉王，圈内人脉王，王，对，所以他一开始就指着我，这绝对是杨迪，他微博有1000多个关注。碗筷只有一副。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今天这个晚餐是一个国际级的大厨，美食没有这么容易得到。接下来各位侦探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力，为自己赢得吃饭的机会。猜到这个歌的先举手，比如红日李克勤。猜到之后，这个人就来吃了。然后我们过5秒之后会放下一首歌，在没人抢答之前，这个人可以一直吃啊。猜，又是猜歌，这不完了吗？我这一晚上也吃不上饭。周深，你觉得他能爱吃饭吗？你这不能是别的吗？如果我今天吃不上饭，我就吃了你。那我们有请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云南和韵，它选用鲜美食材，勾勒出栩栩如生的荷塘月色，保留本味的同时呢，搭配特制的甜蜜酱，寓意开往向往的甜蜜之旅。哇，摆盘很漂亮哎。开始了。玲姐，我来到你的天。不是，不是，来重新举手，来先。哎，啊，周深。那只能我先吃喽。什么演员？薛之谦。答对。哎呀，你看上我啊。嗯，还蛮好吃的。赶紧放下一个歌，我不想听了。杨迪。张韶涵。范玮琪《最初的梦想》。答对。下一首，曹操林俊杰。答对。你也不让姐多吃。姐，少少，你的地儿。哇，你那最后那一筷子只骗肉啊！然后后一落，我一口吃了一顿饭。我哥们儿真能吃啊！你看，哇肉！哎，一会儿没了，一会儿没了。我怎么每首歌都那么熟，但就是不知道。孙孙开始懂了，孙燕姿。答对。范丞丞下去了。你把虾全吃完了。
肉呢？下一首啊，有有有有，专辑王心凌爱你，答对。我吃摆盘是吧？快点，还有点。啥呀？跟摆盘花。好好吃啊，真的是太多了。下一道菜，下一道菜。哇，这个菜。我先看看。鸡，里面有鸡。花鸡吗？鸡。这道菜叫火焰盐烧桂花鸡，它选用的是自养桂花鸡，火焰盐烧之后呢，不仅肉香四溢，还有淡淡的桂花香，金黄诱人，味美鲜香。这个贾玲姐一个人能吃一只鸡。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答对。对，那肯定是。看。哎，这不行。哎。你们先给他放放音乐。飞过去，飞到夏天。朗朗哥还没歌手。哎哎哎！冰箱里今天。答对。朗朗哥没你了。我可以拿碗。好香啊！请坐，好香啊！这只鸡，你坐着，你别肉太多，你保持你女神的样子，你坐着好好吃。风吹过的夏天。歌声。毛不易消愁，哎，我都没有听歌。哇塞，你要拿两个。知足了。我不知道。啊，好熟啊！林姐，说唱就算袁娅维。哎呀，恭喜！忍不了了，这个鸡味太香了。好好喝，我没吃到。好好喝，他对着我一直炫耀他的鸡味儿。水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我这么快？周深，周深在雪上。不知道，来杨迪。认真的雪靴之前。答对，答对。嗓子都吼劈了。李荣浩，模特。错。啊！哎呦，哎，兄弟，等会儿，兄弟，兄弟，李荣浩做题家，李白，李白，李荣，李荣浩，我答完了。杨迪，这是。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来，下一首。李荣浩。等会儿，李荣浩。模特不算，赵深，李荣浩不将就。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红姐，孙燕姿看肿了。呀、yeah, ，恭喜，厉害。这是自己的果实。这个鸡啊，是一道多么精美的菜，被咱们吃的哟，像土里刚刚长出来的鸡似的。啊，我的有点甜，汪苏泷，汪苏泷和谁？还有个人，还有个人，汪，我知道，我这白鹿，白鹿错，有点甜，汪苏泷白兔，白兔，你给我白鹿，白鹿。白鹿，哎呀！来这首看看晨晨能不能猜到。李荣浩，李荣浩戒烟，李荣浩错错错错错，什么东西？李荣浩，年少有为，年少有为，谁？年少有为，对，你这么范晨晨送分题啊？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李荣浩，模特。兄弟，李荣浩作曲家。哇，好好吃。忍不了了，这个鸡味太香了。哇，这个硬菜哦，这什么？哇，上面写的什么？上鸭。鸭宝，哎呦。
鸭子。这道菜叫上扇鸭煲，传承于嘉善的地方名菜，选用的呢是大营水乡多年老鸭熬制的滋补创意美食，汤香气正，馄饨饱满，口感清爽。哇，这个馄饨，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我试上那个柴鹅不思议，那个是天鹅。对，完了。朗朗都已经知道这个就是给我吃的东西。你啥时候放点我擅长的歌？你擅长什么？社会摇、小苹果、最炫民族风。这个歌还是我的，不是你的，巴赫，不是，继续放，扒了啥玩意儿歌？巴赫，我知道，周杰伦的，不是，过来，孙燕姿第一次，错，孙燕姿第二次。上一次，哪一次啊？对，孙燕姿第一天，对，第一天我存在吗？第一天，我说第一次。这不照字儿吗？哎呀，这怎么那么熟啊？蔡依林，错，萧亚轩，什么歌？什么？表白？错。萧亚轩，甩了。错。潇洒走一回。错。潇洒小姐，甩。错。甩呀，萧亚轩。错。看不清。错。那，这是什么？爱的主打歌，萧亚轩。这我也知道。姐。情非得已，对，一生情。答对。打爆！哒哒哒哒哒哒，旋转跳跃！乌鸦蔡依林，乌鸦蔡依林，蔡依林，蔡依林，乌鸦，谁跳的？快，多跳一点！哦，棒！舞娘，我还想吃馄饨。蔡依林，我真的饿疯了。来，我们来上下一道菜啊，准备。虾来了。这道菜叫降龙献瑞，选用澳洲深海大龙虾，搭配秘制鱼子酱，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好了，来。下一首啊，来。啥？杨迪，神奇孙燕姿。错。啊！你的歌，最炫民族风。错。谁？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啊！啊，对了，答对。我就快一勺好吗？那个虾肉也就一勺。哇！下一首。既然这么吃的话，那好吃了。哎，是灰羊，小苹果。错，你只知道小苹果。这是民族风，凤凰传奇。错。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答对。哎呦我干嘛呢？哎呦，把它拌一拌。哎呀，我的妈呀，喝什么呀？来，下一首了啊。林俊杰。对。我不该。错。啊，不对，我都说不清楚该怎么名，我不知道你名。对，答对。我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来啊，开始啊，下一首。我真的好，我真的好想你，莫文蔚。莫文蔚。现在我们又开始笑
着雨。哇，真的好像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是不是嘛？哎，我真的好像你的窗外面忽然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如果没有你，莫文蔚，唱出来了。我在等副歌。副歌。啊，那个林俊杰，你都先说完再吃行吗？那个说完，灵魂的共鸣嘛，起来，灵魂的共鸣。小五郎，你是怎么赢得这次比赛的？我希望你小五郎清楚，心里要有点失落。这个龙虾真好吃。大家有没有吃饱呀？吃饱了。谢谢唱亲女神舒颖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特权，这么多好吃的。大吃大喝之后来一瓶畅清，可以让我们轻盈一下，而且饭后一瓶即享轻盈。对的，而且新品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这样吃完之后再喝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负重感，非常的轻盈。所以我觉得每次大吃大喝以后喝一杯餐后轻盈真的是还好有它，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呢含有两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大吃大喝之后呢饮用畅清餐后轻盈，让你立马轻盈。耶，饭后畅清，新年快乐。这一轮答题最高的这个人是杨迪啊，不是周深、是我吗？不是吧，是周深。杨迪答对五道，周深答对四道题。我们把线索给到杨迪，谢谢团子。智慧的朋友来打开信封，告诉你个秘密。谢谢畅清，这个卧底就是杨。真的吗？不用猜了，就是杨迪。写的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线索交给毛利小五郎，你来进行辨别，好不好？擅长变脸呢？啊，这还不是他？我的妈呀！变脸不仅仅是这么个变脸，演那么多角色也是一种变脸的方式。就是你，这就没法往我身上折了。我演的基本都是我本人。哇哦！哇哦！今晚下我们的小红椒更帅气了呢。我是你们的小红椒伙伴 Jenny Hire。 Hello， 今天呢将由我带领你们一起去探索一场身心轻松的秘密。好，出发吧。 Go go。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的依旧是个团队游戏，这个游戏叫真相只有一个。我们有六个隔间，每个人都要进入到这六个隔间里。我提问题以后，大家认为自己是符合答案的那个人立马冲出帘子。每一道题只有一个人冲出来成功。一共有八道题，答对四道题则可获胜。来，好，请进帘子吧。你们六个人里，你们自己觉得谁是这里的游戏黑洞？三，为什么浪浪哥你作弊了？重来啊。这还不黑洞吗？这还不黑洞吗？我刚才赢了，这就已经赢了。这就赢了呀！你都拉成那样了，我们敢动吗？我想赢，我想赢。我不是黑洞，谁是黑洞？当然你生怕我们答对是不是？因为我好，就是我得吐槽，我是吐槽艺。来准备啊！你们这里的谁唱歌最难听？3、2、1。我姐，你都把我的脸给我拉开了。你甚至在拉之前就出来了，我感觉。你不表演一个？你们不是说让我踊跃一点吗？那你来唱一首。嗯。这样好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然后你来评判，看一下谁更难听。等会儿我们唱之前，我问一下，郎朗你不出来？郎朗你不出来？我是。根本就不唱。你忘了你那一句小野么小二郎。小野么小二郎，小二郎。我们唱一首有难度的歌才能凸显。我们唱嗨歌。那就唱嗨歌吧，来。Day and night， 有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不是，迪哥，这歌你应该唱那个地方。咦，我就是要到这儿了，我再酝酿一下嘛。谁一来就一亿。Day and
你看又得来一遍，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Come on， 咦，谁还会在？阿哥，我看我是这种调。梦很好，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哦，太好听了，是好听的，我不应该出直接一过去。你不在，我不在啊！不是这个，咋变啊了呢？姐，你这有点像闪着腰了。啊，谁还会在？直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在？咦。我不在，我不在，是说在说话吗？姨姨过来找你啊，敲门呐！姨，我不在，我不在。姨，姨，我不在。你赢了，就是他，就是他。谁人缘最好？三二一。你是咋想的呢？我半天没出来了。解释。合理的解释，你怎么比贾元姐人缘好？我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吧？没有任何问题。你是怎么觉得自己是个小可爱的呢？我是发心说，好多人转是不是？对，然后让他帮我转。下一题，你们认为谁跳舞最差？三二一。不是，导演的问题是，开始吧，比一比。你们认为谁跳舞最差？那我心里认为是郎朗。我们说对不起，我昨天你跳无价之姐，我是骗你的，你跳的丑的呀。哇，郎朗好帅！哇，郎朗好棒！你以为把你推出去领舞，你在前面领的时候，我们在后面。来吧，来吧，我跟周深的 PK。你教我们一个舞步，我们看临时学谁。你弄一个酷的。哦，好。Cocky, yeah. Where did you get it down, Lisa? I don't want to say something. When you got gone, I'm sorry. Just a little bit of a thing.我觉得可能就上天是公平的，就是给了周深一副好嗓子，就没有给他一个特别协调的肢体。说话这么婉转，不会刺伤他的。不会的。周深确实，周深第一个动作就顺拐顺到爆，拐半天没拐过来。舒颖会跳吗？会跳一点点，你试试看。哦，那我能跟范丞丞一块跳吗？可以啊，对，跟丞丞一起跳。哎，哇，厉害！Rap House， Colorado， 哦，他们真的会跳哎。Yeah， Ready to get it down, they sir。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분위기가겁나싸요즘이런게유행인가아무노래나인다터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好，你们跳得好，来吧，这趴结束吧。下一题啊，你们谁最爱怼人？三二一，开。是我想想，我猜一下，出来的是双胞胎吧？三宝，双胞胎出来的居然还有我！你是怎么跟他们混到一起的？因为你们不太了解我，但其实我嘴巴也挺毒的。没有，你现在对我们都特别客气。因为还不太熟悉。你是毒？还不太熟悉。还不太熟悉。这样，我跟。咋这还能表演个节目啊？对，我跟江疏影演一段戏，然后你们作为评委来吐槽，好不好？好，吐槽谁毒与不毒呗。
或者好先生里边呢，争夺小童抚养权，亲妈后妈争夺抚养权是吗？朱颖是小童的后妈嘛，亲妈和后妈才是后妈。看到你怼人，那就两个女孩吵架也行，总得有个理。哇，你这个人特别的对人，太坏了你。要不你们就演一个那个三十而已的番外篇，舒颖演这个刚入职的这个王曼妮，然后贾玲演顾佳，你们演一个在店里边争夺一个口红怎么样？本店进了一支非常厉害的口红，涂上它求职也成功，想不出来，相亲也成功，任何事情都祝你成功。从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顾佳就死了，活下去的是徐子妍的妈妈，三十而已，没了老公，我只好自己骑着自行车出来逛逛。哇，好美的嘴呀、啊！该王曼妮介绍了。哦，明天我就要参加面试了，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买一支口红，这样可以让我看上去更美一些。你缺的就是这支口红。哇哇，我看到这支口红了。等一下，口红了。我们这给好美呀、啊。嗯，这就是我昨天让我那个司机杨司机过来订的那一支。这不太适合你姐姐。叫我姐姐。这个平时大家都叫我阿姨，你这还叫我姐姐。两位两位，这个我买了。这样是这样子，咱们这个口红只有一支、嗯、所以说比较珍贵一点，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它必须要给到它最适合的主人才行。我觉得如果用钱买口红去比口红的话，真的太贬低你们的品牌了。给我一个能你们应该拥有它的理由，品牌的意义，你们的品牌就是说会让人更加有信心。我觉得我更加适合这个品牌。是是是，我现在特别的自卑。你说我觉得我涂了这支口红我就特别有信心，我就觉得我能面试成功。我们这是发黑的哟，你那真的太适合了，我就是要面试一个这样的需要黑色口红了。真是这个适合。你还有事吗？等一下，你怎么了？刚才进门的时候，那个其实不是我的司机，是我那个不争气的老公。他说这么多年看我看厌了，还让别人吃了冰激凌。让我尝尝。嗯，你的一点都不甜。所以我急需这支黑口红来破一破自己的形象，谁也别想欺骗我。姐姐看到你呀、啊、嗯，就像年轻时的自己、嗯、年轻时候的我就差一支黑口红，所以才嫁给了那个丧家犬。那这口红就让给你了。谢谢姐姐。还在演。请周深出列，对他们的对演技进行一番评价。我先吐吧，我吐你好不好？好，吐我。就是我一直以为就你，可能就是会想出一些特别好玩的剧情，我发现你的剧情完全都是被林姐带着走的，其实也并没有那么聪明，而且很无聊，接的话都觉得特别无聊。对，一个黑口红，谁会去抢黑口红？这个事情谁放过去不会了。但是呢，两位演员还是要跟着你们这个剧情去走，所以我觉得你给这个点就特别不好。好认真的吐槽，对，发自内心的。叫黑。周深，综艺节目上的吐槽是突然以后大家哈哈一乐。谁让你是演技的？你以为这是吴彤做的另外一档节目？我就是演员嘛，就是。我就是演员，也是你做的，看不出来，这么有质感的会是你做的？看不出来，你跨度真的好大哦，类型真的好丰富。你在吐槽他什么的？杨迪，这个重任就落在你身上，我就想听你吐槽他。开场的自我介绍略长，说实话。够了，就还这说啥？我要吐槽一下导演一直给我们挖坑，让我评论谁人缘最好，跳舞跳的最差。反正我就吐槽你们。这一段是别好搞，来吐槽。我觉得，哎，我们三个人评出来谁最厉害？刚才吐槽啊？对，江疏影。你觉得呢？江疏影。我觉得周深。周深说的话，对，就是发自肺腑的，谁最没有眼力劲儿？谁最没眼力劲儿？周深，周深说的很真诚啊，对，特别没有眼力劲儿。
来来来，下一题啊，准备，你们这里边谁最没有眼力劲儿？三二一。周深，你好吗？周深，你应该百米冲刺。不是，你不只是周深，还出来一个人。谁啊？谁出来了？谁呀、啊？好没有眼力劲儿哦，是你吗，姐？还真是，哇，真没眼力劲儿。我们都说完周深真没眼力劲儿，还出来。真是，这才叫真眼力劲儿。我们前一秒不刚说完？不是，其实我是卧底，你知道吗？这句话该怎么接？更没眼力劲儿。更没眼力劲儿。今天我们扑了一整天杨迪的卧底，完了杨迪的戏也被你抢了。来下一题，你们认为谁最会撒娇？三二一，初恋。呀，成功，成功了，肯定的，肯定是，绝对是，绝对是。哎，那试一下怎么撒娇呗。来，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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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块？咋跟他才票？真疼啊！来，那个我们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道题，你们认为谁脑洞最大？三、二、一，初恋。应该是我。出来仨，郑爽在，应该郑爽出。他是脑洞怪。我戳到这个细节没？我戳到了。好，结束了，公布一下结果啊！一共有八道题，大家只答对了一题，所以本轮游戏未获得到线索。分析一下刚才这个游戏，你们仔细想一下谁在捣乱？你们猜一下谁可能？我哪儿捣乱了？妈妈喝点水。刚才没有任何一个人捣乱啊！谁？一定要这样说的话，您老人家。我咋了？我怎么了？冲出来很多次。我觉得呀，现在倒是是不是他跟有一点儿，有一点儿，因为而且嘴的也最厉害。然后呢，导实际真正关系呢？还换，还换。懂你在外面造我谣的那种感觉了吧？我有什么关系？我问你，而且我把墨镜摘了，哪个环节我不是鞠躬尽瘁的在搞笑？是啊，不是是搞笑，但是后面连续都直接就出来了，绝对毛利小五郎。我问你，咱俩分析分析，我是怎么出来的？初恋，初恋。因为什么出来？你就一下炸出来了。我真当不了卧底，因为一当卧底，我整个人就特别紧绷，不放松。绝对是你颜值最高的，绝对是。我认为女孩里，我出来以后，我都给大家有新的解释。有一些不该你出来，就是、后边那四次，我感觉你就是想，咱们就别赢了。你一出来，肯定旁边还得有带出几个人。朗朗，我只是我为什么不跟他们解释，你知道不？因为他们都不会当真。只有你会当真，不是真，不光是我，杨迪也当真了，是不是？我也没你那么当真，你。好了，你相信我，这里面除了你和江疏影，我需要解释，他们三个都在扯犊子呢。我自有我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疏影也有点问题。我这么明显的卧底啊？因为你自己实在是闷不住了，所以就说了。怎么可能？我这种这么聪明的人。我肯定是装的呀，因为我绝对是卧底。他这么说，你反倒没有话了是吧？我不知道说啥。我就是卧底，我真的就是卧底。我不说了，我不问了。杨迪就底了，吓死你这个卧底！天哪！步步创新，一身轻松。我们现在就回到房间进行最后的推理了。嗯，好喝，好喝，一如既往的好喝。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在江疏影的眼中，我一定是卧底，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了。真的吗？你现在觉得他是卧底吗？对呀、啊，我就觉得他是卧底啊。我跟你讲，特效会给你做很多啪啪啪打脸的特效。那是贾玲姐啊。啊？为什么呢？那是谁啊？我会猜范丞丞。我是怀疑林姐跟他，那不就是我啊？那不会是你吧？你会不会是你啊？对，是我是卧底出来的。到了到了。
谢。哦，走了是吧？玛丽叔叔，坐。耶耶，还有串呢。自嗨锅。那我就不客气了。美味只有一个。来，我们现在进入到卧底指认的环节啊，周深先来。首先我肯定不是，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然后是很聪明的，很狡猾。我觉得不是迪哥就是莲姐。其实我一开始怀疑成，但是后来刚才那一轮他玩的挺跟我一样。5566，南方户口，降职。所以我就觉得注意力会放在林姐和那个迪哥那儿。但林姐刚才那一轮就玩的是最好的。整整齐齐。答对。春风徐徐。答对。吃鱼。答对。纯影。答对。那是个人想的。但是林姐本身，如果你们去看《王牌对王牌》的话，应该知道我不是故意装的。首先呢，我也觉得说卧底的这个角色给我也会垮掉，因为我跟周深一样，我有点藏不住的那种。你怀疑谁呢？一个贾玲。都是我们俩，为什么我去哪儿都被人怀疑？我呢？不偷偷像贼的我呢？你都被直接指定了。你看，我跟你说，首先首要的要先把杨迪投出去。如果大家还有疑惑的话，可以投我。第三个，我认为要投的话是江疏影。江疏影今天也是有一点奇奇怪怪的感觉。他有一轮都已经承认自己是卧底了，这样。其实我是卧底，你知道吗？你怎么现在就说了呢？你觉得程程呢？就程程前半段是挺可疑的，后半段好像醒了似的。画画的那个有一些东西我全都没看过。其实我觉得就是杨迪，就杨迪太可疑了今天。我也是觉得，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他。而且不是，主要吴彤专门点了一下周深，让周深第一个发言，这不他最后一个说话吗？能不害我吗？巧言令色的。我不想为自己辩驳了，因为你们最后走掉了，肯定话走掉了。我不想为自己辩驳。我不想为自己辩驳了，因为你们最后会把我投出去，但是就会让你们很失望，因为我真的不是卧底。可是反而范丞丞和江疏影，我目前还在他们两个之间纠结，因为范丞丞其实他也不太会演，尤其你对他咄咄逼人的时候，一直指向他有点不太善于解释这件事情。范丞丞，我想问一下，这是太阳吗？他不是出油吗？程程，你是不是有问题？我真的是画的太阳。你看江疏影，后面可能没有什么大任务，但是一开始那个画图的时候，连续两盘都没动笔什么的，也是有点小让人疑惑。有些相关的一些线索硬往他身上套，也是能套上去。包括变脸的演员，那么多变的角色，那也是变脸的一种。你们仔细琢磨琢磨。那人员呢？人员人脉王，人脉王这一点，但江疏影不应该不会是人脉王吧，对吧？人脉王他应该是个男的。人脉女王，对吧？会不会人脉王，人脉女王会不会太局限性了？就是这个人脉王缩小了那么大的范围。程程今天有一道那个掀帘子的戏，谁人缘最好？专门说到人脉，他冲出来了，然后他还专门说，那么多人帮我转发了我的新专辑，好多人转，是不是？对，然后让大家帮我转，但是我的这个人脉也都是仅转发4个线索。那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觉得他俩，你要坚持自己。毛利小五郎，你不要被他给骗了。首先是他又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只有一票，别投我，浪费了。我担心他是一个那种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鱼饵，大家都往他身上弄。对，我就是给你们的诱惑。那杨迪，你怀疑谁？哎呀，我就怀疑他们俩，我最终要做出一个定夺。请大家投票啊，准备。想想。程程能找你做卧底吗？可以，OK。来，准备，3、2、1，开始。来，周深投谁？
投玲姐是吧？玲姐两票。两票。哎，你怎么投我了？杨迪两票，对，看他们 PK 呗。杨迪哪是两票啊？三票啊，三票嘛。啊，杨迪三票，杨迪。先把他投出去，你听我说，先把他投出去。嗯，我先走了。好了，结束了。游戏还没有结束，本期一共有两个卧底。两个卧底？哇塞！好了，那再找一个。这俩。我的妈呀！就这俩，真相只有。我那就是他俩，没我你怎么还有我？你国际大事，你像不像吃我一拳？你都这俩，我刚才指的是谁？你只贾玲姐，你没有一个对的，你毛利小五郎果然毛利小五郎。对，我觉得是玲姐和那个郎朗。你真是猜的太绝了。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这次先把郎朗投出去好吗？但江疏影我真是猜不出来，怎么能是他呢？就有最嫌疑就他俩，我问你，今天为什么落水的时候我们俩坐在一起？范丞丞人呢？两人疯狂落水，疯狂疯狂落水。而且实话，别人不知道我，杨迪你知道我，我何德何能在这一局里竟然胜了？所以我并没投你，而你投了我，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说话？走你们的吧，你们！没有一个人听我的，我听你的了。你哪听我的？你投了贾玲姐，你先不要相信他，郎朗他的身份还没有。哦，我那再来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我投一个范丞丞。不是，你们可以投我们，但是我觉得是没有用的，我还是觉得是你们。我觉得晨晨不像，我觉得还是在那边。郎朗绝对不可能，还在硬撑，那就他俩。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投票，大家只投自己认为的那个人。这样好不好？三二一，投范丞丞，一票两票，好，三二一，投江疏影的纸啊。陈真的还有一票呢，咱俩的纸啊。他俩，我告诉你，哎哎，你为什么不纸？他俩绝对他俩。我是想让两票投江疏影，看匪，两个匪，两个匪还在拉票，两个匪，一天了，两个匪，好难啊！迪哥，你看，我就觉得林姐是卧底，卧底就是贾玲、范丞丞。今天这一集它有一个暗线的主题，叫不能说的秘密。你是选出来的卧底，会给你配一个搭档。但我真的没知道他是，我一直以为只有一个演的呀，不是我那样。所以其实分别是他们两个加起来是吧？对，你看嘴上功夫一流，其实玲姐一定是功夫一流，然后程程是说唱嘛。哦，擅长变脸的话也是玲姐，百变大咖秀。嗯，连有台的节目都牵扯进来了，就为了陷害他。对，就为了陷害我。就圈中人脉嘛，其实被你们说中了，一个是玲姐王牌，一个转发。因为从头到尾不知道有两个卧底。对，我一直以为就一个。老逼真了。特别是我今天眼睛也有点，然后全程戴着墨镜，给我很强的安全感。眼神全部躲掉了，对吧？对，我根本躲不掉。早上那一趴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早上那一趴我们一定要画一个东西，但我平常画的又很好。对，你画的很好，所以你太阳露馅了。不是，他特别逗，他跑我屋去了，你知道，跟我谈心去了。但是其实我一直在洗脑，疯狂洗脑。你想今天多长时间没下来？不是，关键是有些题。奇怪，那你觉得谁？我也觉得是他。是吧？有点奇怪。我是你们很好的保护色。你知道迪哥，我们本来其实第一局你们已经输了，不是吗？他说，好，那我再给你们赌一局大的。巨难题试一次嘛。杨迪，你要能猜对的话，我给你一个人线索。我在底下呀。不行。我跟你说，你知道范丞丞玩的有多次吗？范丞丞来我房间商量计策，我正在上厕所，他推门就进来，姐，我在你这屋里上个厕所。哦，对，我听到这话了。我说，程程，我在厕所呢。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吧？程程最后跑出去，然后关上门。贾玲姐，这屋有人，我去别的地方上厕所。你知道今天第一个猜我们的是谁吗？江疏影。疏影判决的是谁？我觉得像贾玲姐跟程程。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吴彤，把答案给他。但其实我们俩这个有点好猜，因为我的组合搭档只会是林思就更好。但是他是反间计，他就整的那种感觉，就全都指向你。反间计这么粗糙的反间计，中计的人不多。不，所以这次不要顺着他那个想，以后又明白了点没？难搞啊，让他学会点。我是真的从头到尾都在认真的玩游戏，因为我的能力就是，所以说没露馅儿啊。你就是那种玩狼人杀狼情深也不睁眼的那种的，觉得自己是平民，把自己当平民用。他俩其实今天更厉害的是，我们给了他们隐藏任务，我们有个泳池游戏，你们要分别拖一个成员下水。三二一，哦，就拉着的时候我推了一下就行了。拖。第二个任务是啥？第二个隐藏任务是一个人拉着江疏影做一个对手戏。我跟江疏影演一段戏。哇，我看到这个口红了，这不太适合你姐姐。所以那个为什么要吐槽的人出去演戏呢？哦，对啊，那好奇怪啊。那恭喜啊，恭喜林姐和程程，我们有10分钟的特效，咱赢了这个奖励。那我们最后再感谢一下叔。耶，欢迎。最后，唱星女神带大家收尾，来来来来来吧，唱口唱心，身心轻盈。今天是寻找最合适的伙伴，这个我都要啊！来网易新闻网易号超级 IP 频道，了解《青春环游记二》更多内容。欢迎登录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青春环游记二》参与互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感谢蓝天下官网、一视频、中华万能力、何范生、百亿地图、大广结构大力支持。感谢巨桃影音资讯、青家智娱、陈果、天域视讯、影视头条、飞媒 APP、猫弄、西瓜子、饭机、Zucker、Owat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笑吗？你笑吗？咱一米一木头，你能笑吗？我能笑吗？我能笑吗？咱一米一木头，你能笑吗？接下来呢，是一个黑暗游戏。杨迪哇！杨迪，今天我们其实工作人员会为大家有一个投票，哪一队是最佳 CP？ 来了来了来了，看好戏了！ No， 竞争也太大了，打分吧。Hello， 青春环游记。